今天咱们来挑战友谊路友达面馆。听说前一阵子天野上的范荣挑战失败，咱们专门挑战他挑战失败的地方。哎，哪位是老板呢？我是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井盖那么大大碗，挑战面吃完喽免费的活动是吧？对，10分钟。好的好的，那咱们就给这个美丽的老板送一些温暖啊。这个面已经给咱们准备好了，有井盖那么大。要这面子挑战完了啊！哎，你们这是啥表情啊？你们这是？别呀，这样不好意思了。他们这面啊非常筋道，香辣爽口啊！推荐大家来友谊路与北新道交叉口来品尝，非常推荐。大家已经要像我一样，把他的面馆吃成路边摊儿，给年轻又嚣张的老板上了一课。现在老板已经不想搭理我了，他正在算计他今天亏了多少钱。那老板免单吧，免单。那我就好了，好了，那我就走了，老板再见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见。